嗨，Hello，Hello。上到夜的感觉。他们开店就好，然后就做他们自己这样子，不太会想去限制他们自己，就是让他们自由自在的长大这样。会，还是会选择生小孩，对，但是可以不结婚。我喜欢穿睡衣。他有一天穿睡衣去上班。对，妹有一次穿睡衣带我去学校。以前喜欢穿紧，而且越老，但现在感觉就是比较穿宽松，比较舒服，可能就是比较不会紧绷。因为我本身比较不喜欢太变胖，就变胖。没有没有，不是变胖，是我本来后来比较喜欢松。我一开始还蛮喜欢的，可是因为后来生太多了，这样子买太伤了。对，这边也是买同色系的衣服就比较居多。我觉得穿亲子装好，或是出门都很好认。对，就是一看就哎，我的小孩就可以赶快把它抓回来。第一个就是先看舒服的材质，然后不要有太多叮叮咚咚的。对，然后买那个小毛球很可爱，到去学校就把全部都拔光。拔光。然后亮片也会在那边拔光。学校姐妹喜欢的户外活动是什么？游泳。游泳。还有。游泳。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什么？公主。Elsa。Elsa。谁做主？谁老大？胖这样，因为有的怕宽松就会看起来显胖，但这个不会，觉得还蛮不错的。